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800-297-7138，现场电话800-297-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有缘是何当事人，阿要来订请的电话800-297-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批判新闻呐。来，这件代志就是这个网络连署啊来开始，这是实名制。那么伊讲哦，徐明德伊咧讲啦，伊讲哦，中选会哦，若是要阻止哦，伊就要过安尼啦。啊，这个，这我看徐明德无理，安怎无理？因为伊这徐明德，伊是成立这个网军啊。什么是网军？用个网络啊来连署咧。啊！你想，啊，网络连署，咱政府也无通过网络连署的这个条例啊。因为连署是安怎？咱普通的连署爱身份证的呢，对不对啦？爱影印身份证呢，然后啊才注册。那么过去都经验啊。
过去进前毋知啥物啊，嘛是王国安尼生的，因为伊只规政府规定的啦。安尼毋再有评估，对毋对？啊，你网络有啥物评估？啊，倒一个人嘛毋知影，对毋对？所以的时阵，伊讲哦，中选会，若是要阻止哦，我市民就要告安尼啦，告哦，告敢若告咧啦。伊市民就讲根本伊都毋对啊，对毋对啦？阿宏的推测，阿宏的逻辑，所以我常常咧讲这政治人物哦。就伊要讲啥物，就讲啥物。伊认为讲伊有理，安尼就有理啦。来，咱来甲看内容，这是新头壳台北报道，宣布竞选总统的这个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，伫26日宣布网络连署行动，啊来开始啊。伊强调已经。咨询过法律的这个顾问的拜托的，法律顾问是要从啥呀？啊，法律顾问啊，律师嘛都啊，嘛都爱法官来审判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？律师无一定对的，哦，对唔对啦？透过伊家己。开发的这个 APP 连署绝对无违反相关的这个法令啊，甲办法。伊讲哦，那是中选会刻意要来阻扰这个部分啊，伊吼真显然，你就是国民党啊，国民两党。共犯结果的这个方向安尼啦，我会告你哦，告敢那咧告的，对唔对啦？因为吼，伊这就是爱文书的，我拄仔伫咧讲的，来身份证，草草的，注册，住伫倒位啊，生什么花啊？来，手印煞断落去。就是安尼生啊，迄作业拢是上爱安尼啦，所以我常常咧讲啊，即落包括政治人物嘛是乱乱来的，哦对不对？乱乱来啊，你甲想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咱即卖社会，咱即卖政府都乱七八糟就对了。是毋是？第一礼拜日早起。召开网络连署 APP 启用记者会，施明德因某陈家军就表示的了。那么对施明德参选了后，外界拢认为300,000人的这个连署门槛非常的这个困难，但是伊是因为无人想到。会用个用个网络啊来联署，那么竞选团队咨询法律顾问了后，依照宪法的这个精神，啊，甲总统、副总统选举联署以及到查核的这个办法，所列联署的这个法律要件，开发出联署 APP 的。那么陈家军伊就表示咧，施明德因某，伊讲哦，这个 A P P 会要求使用者，伊也是哪呢来翕这个身份证，并且按这个中选会公布的这个规格，啊来填写到这个资料，伊强调啦。法律无规定，袂使
做的这个代志，就是会用的。人数的这个意义，在人民表达意愿，任何的这个方式，拢被允准就对了。对于这个网络人数，是不是讲符合着中选会的这个规定？市民就伊咧讲，伊讲哦，因无需要甲中选会、中选会来请教啦。那么法律无禁止的这个代志，就是人民会当做的这个代志安尼啦，无一定安尼啦。不一定安尼。伊讲，若是中选会刻意要来阻扰这个部分呢，伊真显然，你就是国民两党强权的这个结果，的这个方向啊。那安尼哦，我都要甲你告安尼啦。那么，市民就提起伫去年。这个挂毛长团队进行罢免立委人事行动的时阵，受到中选会不断的这个刁难，这一边哦，中选会你甲试看卖啊，这若试看卖啊吼，这是算强悍的，算强悍。那么伊嘛提起。有真侪人担心，伊伫个第一阶段30万公民人数，诶，这个门槛就袂过啦。但是应该绝对无问题啦。那么根据媒体咧追问，伊讲哦，最后中选会认定网络人数无符合着这个规定，伊要安怎？市民就讲啊，伊无愿意啊来预测一个政府会做违法的这个代志啊。那么团队已经全盘思考过啊，中选会无理由啊甲宽限的阻扰，伊质疑啊，股票买。报税等等，拢会用这个网络来完成。为什么独独挑战政权的这个代志就如此？这个苛刻就对了。我会个人咯，我会个人咯，个都个啊，到尾啊就。你随市民的你就输啦，我跟你讲。那么另外的时阵，有媒体问起的时阵，国民党第一摆宣布对总统候选登记的人红袖条，启动着这个民调30%的这个红中条款，市民的伊就讲啊。每一个党拢有伊家己的这个规则啦，譬如讲民进党1999年嘛为着征召陈水扁参选总统，那么伫出面防止党内其他想要召集的这个人啊来登记参选。不过的时候，红袖条并不是无声望的人啊。国民党如今进退两难，红中的这个条款针对性非常的这个强烈啊。这是有关拄则咱第一讲的市民的，伊用个 A P P 网络。啊！来人数，要大概算安尼啊，30万票。那么伊第一讲哦，中选会哦，
你若要做了，你甲我试看卖啊！我要过你啊！来，有关这个新闻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其他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。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一首《嫁唔着人》，共同欣赏。再见，拜拜。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是你晓向来变卦，怎样讲我无心肝？是你是你违背我。想到的畏寒，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，好心的人我要找你。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伊是山林甲海誓，如今放我孤一个，是你是你违背我。予我痛苦受拖磨，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，负心的人我要找你。是你，是你违背我，予我想到的畏寒。世间亲像你这款人，谁人敢嫁你？只是糊涂，予你来骗，负心的人我要找你。